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天津，然后我听说在天津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煎饼果子的一家店，这一家店就是哥哥们他们去买了煎饼果子来给我吃，然后其实今天我就是想来试一试，但是他们的店就是关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去古文化街，因为那个家店它关了，然后我们要去找一找就是小吃的。完美，走吧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就到了古文化街，然后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有什么小吃的，因为有一点饿了。现在找到一个这个就是天津话，然后希望有一个天津的人可以逗我。它是好吗吃？好吗吃啊？对，第二是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对，第三是好吃吗好？啥？吃吗好？吃吗好？啊，第四个是嘛好吃？嘛好吃？啊，第五个是嘛都好吃？嘛都好吃 ？OK， 行，谢谢谢谢。没事。这个就是麻花。哇！现在我们要来买麻花。哪一个是最好吃的？上面这有品尝的，您可以尝一下。可以试一试，对吧？可以免试。OK。我就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带芝麻的，这个没有放糖，也没有放盐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椒园的甜咸口的一款麻花。里边搁了一些糖，搁了一些盐。平时就是麻花他们是怎么做？麻花一般我们就是用油、面粉、芝麻在一起做的，放一些盐或者放一些糖，看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放在里面，做出不同的口味。快，很好吃。这个就是给哥哥们吃。完美。现在就找到一个店，卖的是耳朵牙炸糕，对，然后就等，他在做，对，辛苦了。我其实很想吃那个煎饼果子，但是就是全的家店就是都关了，所以就是应该没有店可以买。就没机会买，没事吧。来了，完美，走。好的，现在我要试一试耳朵眼儿炸糕。我觉得好吃，但是有点热。现在就是买了包子，好久没有吃包子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晚饭。对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就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听说来到天津必须要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天津野，我就非常期待，然后我就想来到拍照，然后就我就看到在网上就有很多很多的灯，
然后我就来到了没开灯，怎么可能没开灯啊？好，那没事，我们就在这里拍。这是我刚刚去拍照，然后今天的旅学派在天津，旅学派在天津的 vlog 就到这里。对，好的，啊，好了，拜拜，晚安。